这些按赞网友主观上并没有要去诽谤这个当事人的意思，他当然是赞成，或者是他按赞，他只是表达一个意见，表达赞同意思，他并没有说要去诽谤当事人。目前的见解上面是我们的倾向，比较难以用这个诽谤的部分去论断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